你好，今天做一个试验。平常这个笛子上是用的是笛膜，是一种芦苇的膜。然后很多新朋友在贴这个学笛子的过程中，拿笛子贴笛膜，发现是个很困难的事情。有时候他们会用这种纸袋或者胶纸来代替，那这样的话就会笛子的声音会有差异。现在我们来听一下差异是什么。现在我们给它换成纸袋。那我们首先用一点水来把这个底膜取下来。这底膜是这样去沾一点水，在上面涂，然后就可以把底膜弄下来。底膜进来了，然后再把这个纸袋粘上去。这种是指不干胶质的，里面是有胶，里面没胶，把它贴上去。OK，这样。那现在你就不用担心碰坏了，它是不会碰坏的啊。吹的就比较费力气了，但是它的好处就是不用调了，就这样的声音。吹的就比较费力气一点，但是你可以一个钉一个膜可以用一个纸袋可以用很久啊，但这个就是这个粘性不能太强，太强的话会损伤你的笛子这个表面，这样的话以后你粘题目粘不上去了。从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听到这个差异，谢谢大家，下次再见。